是他曾让你外面雨下那么大，我不会赶你们走的。安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很好笑，男生女生都一样的。我找到工作会还你钱。你怎么说这句话呢？过去讲了有人改革是怎么样？好像不是真的，可是又是真的。想象一下，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。我恐怕勾引给你。全家人相亲相爱，什么是家人？你不开心？一二三，你这个死阿瓜！哎呦！